今天也是10月22日，国旗完候选人的成立竞选总部的大好日子。大北门区第二选区同一时间都有四位同时成立竞选总部。本记者走完罗工局北门沙白鱼文化活动两个行程呢，拄啊好接近10点，就到蔡秋兰要成立竞选总部。特别访问蔡秋兰议员，伊是一位老议员，今年要竞选连任。蔡秋兰议员平时待人和善，服务热诚，对地方拢有真用心。咱来听伊接受本记者的访问。咱各位敬爱乡亲士大，大家好哈！今仔是秋兰10月2日竞选总部成立啊，尤其是咱即届民进党提名的哈。啊，咱的市长黄伟哲登记第5号吼，啊，秋兰呢，啊是第1号蔡秋兰吼，即次啊来参选市员诶第7届，啊，因为呢会知啊吼，大家拢足大力的，啊，所以呢市长有提早来吼，啊，市长登记第5号。到遮秋兰要拜托各位乡亲士大，即次的选举吼，尤其是里长。拢足侪同业当选吼，所以咱即届一定爱催票吼，一定爱催票。我伫遮拜托各位咱的乡亲士大，咱各位好朋友，下一日11月2日是非常关键的日子。拜托各位，咱的市长黄伟哲登记第5号，秋兰，咱的市员北门区的市员蔡秋兰吼，登记第1号。而且拜托各位，我的乡亲士大，我敬爱的父老兄弟姊妹，咱这届选举，咱民进党爱大赢吼。而且拜托各位，咱的乡亲士大，下一日11月2日，咱做伙出来投票，而且呼吁咱大家，祝福咱大家。平安、快乐、幸福，感谢，谢谢。